妈妈把我入二年级的表给扔了。表扔了？啊，在哪里？在垃圾桶里。有吗？没有。同学打在哪儿？这么重要的东西你就把这儿胡扔？有吗？有吗？垃圾桶里有吗？没有。没有？不能乱放东西。不能。下次乱放的就真的到垃圾桶里了，知道没？开门。这是我的入队申请表，已经很皱巴了。我妈妈刚刚居然骗我说，申请表被在垃圾桶里。那这还是要怪你自己吗？嗯。没有把它给放好，对吧？这么珍贵的东西，现在我们开始填吧。对。我想重新打印一张。那没办法啦。太沉重了。太皱了。啊妈。那没关系，先填吧。嗯。咬舌头啦。啊。所以说不能着急吗？快写吧，嗯。入队申请表需要自己填写。最后贴上了照片，好可爱哟。贴上照片，这就是我的入队申请表啦，可爱吗？可爱。哎，你拿上这个东西动画里是什么感觉？很荣，有荣誉感。我觉得你特别棒，我小时候啊，都是二年级的时候最后一个入队的嘞。最后一个二年级啊、嗯？你是四大金刚里头的吗？我是啊，学渣四金刚里面的。那、啊、我觉得你这么棒，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吧。好啊。如果呢？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，他念书可烂怎么办？我会用我所有的时间把他培养成一个好孩子。是啊，嗯，你好伟大。那你的孩子如果犯了错误，你该怎么办呢？我会说这件事情是不对的，我会给他总结。哎，你觉得爸爸平常给你这个安排的作业多不多？不多。安排的作业不多啊？嗯。哦，还少呢。还少。那你这个对于这个周末我给你安排的这个兴趣课，你是什么想法呢？感觉都挺不错。以后我想再多报几个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感觉周末在家。天天躺着，因为了不舒服，我就想动动动动动动。还是因为这个爸爸妈妈上班太忙了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啊、哦，嗯，就是这次不是期中考吗？啊，嗯，如果说万一哈、哦，你要是没考好的话，你是怎么想的呢？我不会伤心，我会呢，看看我的错误在哪里，下次把它改正。是啊，嗯，哦，那你太棒了，你可比我小时候优秀的多了，你是我的榜样。哎呦，把我的手给打疼了。我力气太大了吧，我给您没啥用。明天复学期中考，在家把劲。明天我们就要复学期中考了，然后爸爸让我巩固了一下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不错。明天小伙伴们，你们考期中考了吗？我们现在得把书包收拾一下喽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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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喝点水。